学校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震惊了全校。男生因为怀疑自己的女朋友偷情，就把他的女朋友在教室里杀了，而且还杀了那个和他偷情的男人。然后呢，那个男生自己在寝室自首。你也知道这件事情？每年都有些人好奇这件事情，都想到那个寝室去看看。进去的人呢，都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，出来的人呢，都意外的死了，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们。都说呀，那个寝室里有诅咒，进去的人都会死。学跳舞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哦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太麻烦你了。既然你今天这么麻烦我，那改天应该请我吃个饭吧。好啊。第一种，数码相机，什么照相机啊、摄像机啊，现在看到什么就出。哎呦我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没事吧？
衣服没拿完，那个没事，比如这个，我哥们儿喜欢吃，哎，拿着吃去吧啊，没事。大一的吧，那个我叫韩墨，不是寂寞的墨啊，那个默默的墨。美女，看你们两个人印堂发黑，元神涣散，眼神迷离，好像有血光之灾哦。你还是个算命的呀。非也非也，贫道呢无非就是帮人占卜星象，风水八字，婚嫁测子，为人指点迷津，为人太油艰难。不过他就是瞎掰。小姐如果不行，神主你的手，小生帮你测一测。你到底是小生啊还是贫道啊，是和尚呢还是唱戏的，你会干些什么呀？表面上呢，我是一个正直的机电工程男，你们可以叫我机科男。实际上，我是一个正宗的风水大师。我的主要业务有：铁板神术、太极神术、紫微斗数、敲龟壳、盲风摸骨、何年生、对八字、小儿百日咳、文盲卦、武王卦。哎，你会这么多，帮我测测我什么时候找男朋友呗？男朋友啊，命里有时。中西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叶总没有说，别理他，就是有命。二位姐姐，这么有缘，下午喝个奶茶喽。你说咱们走了，他就是太无聊。哎呀，美女，不知道二位知不知道咱们学校三年前的一起凶杀案？凶杀案。什么凶杀案？这个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。三年前，咱们学校发生了一起凶杀案，震惊了全校。男生因为怀疑自己的女朋友偷情，就把他的女朋友在教室里杀了，而且还杀了那个和他偷情的男人。然后呢，那个男生自己在寝室自杀。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呢？是真的。当时学校感觉影响太恶劣，事情太大，封锁了消息。这事儿还是一个大四的师哥告诉我的。那我去看看吧。别去了，我劝你们还是少管闲事儿。忘了，明天联系请你吃饭。那改天吃呗，去嘛。你说小伟是自杀的吗？他杀的人不跑，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不知道，反正警察说他是自杀的。学生啊，学习就好啊。不要管那个什么，这个有啊没的，啊，有些事你想查是查不清楚的。你也知道这件事情？每年都有些人好奇这件事情，都想到那个寝室去看看。进去的人呢，都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。出来的人呢，都意外的死了，再也没有人看见过他们。都说呀，那个寝室里有诅咒，进去的人都会死。真的有鬼啊？不会吧。都大学生了还这么迷信呢？啊，这都系什么红带子？
哎，不是，我说你这老头儿，哎，我师傅林正耀在收了你。老头儿这样不行，我师傅要在的话，我告诉你。如果被人发现了，我们就会被一起处分了。是啊，要不我们走吧，林先生在饭店等着我们呢。嘘，你把这门关了，别人发现了。哪有什么鬼啊，开个玩笑而已。你别再开这样的玩笑，这个房间阴气这么重，一定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。你还真信了老头说的话？有鬼，这里到处都是鬼，哪里都有鬼。你鬼出来给我看看呀。啊，看见了吧，什么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一会儿如果有鬼，如果有女鬼，放着我来。
有，那也是看我。哎，哪有什么鬼啊？啊？哎，不是我说，咱来都来了，你怕什么呀？这么半天了也没鬼啊，哪有鬼啊？那为什么呢？跟你说了，从小看林正英的片长大的，我都能算半个传人了。什么中国的僵尸呀、啊，西洋的小鬼啊，想进我。还跟你说，我们寝室一哥们比我还厉害，他爷爷湘西赶尸第二代，对一个方向走，死人都能活。最后一次警告你们，别管这件事儿，再出什么事儿，谁也救不了你们，好自为之吧。这叫什么师哥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长得帅的那叫师哥，这样也就叫大四的。
3年前那个诅咒是真的，他回来了。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儿？有啊，我那天在主教上自习，看见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孩，好像是我们班的。我过去找她，可是她突然间就不见了。昨天晚上在教室做实验，做的挺晚的。回寝室的时候，在走廊总感觉有人跟着我。我也是。我在厕所里看见了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孩。太多阴鬼了吧？都怪你，要不然她也不会缠上我们的。我刚开始说去的时候，你们俩都没意见。出事儿才怪我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晚上也不会睡不着觉。找我，要找谁先找你。别吵了，先吵有什么用啊？如，你最近没见那大四的？他就没出什么事儿？
我也不知道，我都好多天没有看到他了，打他电话也不接。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揭开这个谜底，还原这个案件，我们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娜娜，你说那个诅咒是真的吗？回来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是谁？是不是知道三年前那件事儿？能和我讲讲吗？那个自杀的男孩叫小伟，他是个内向又自卑的男生。他总是认为别人都瞧不起他。他后来找了个女朋友，
也认为会背叛他。那天案发的时候，您知道吗？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。那天中午，小伟和女朋友吵架后，他女朋友就去艺术楼排练了。后来小伟去艺术楼，发现自己的女朋友和别的男生在一起，他一怒之下就杀了他们。后来，他在寝室里自杀了。我褪去暗淡，消失，当爱渐渐成空。三更重拾记忆，变得模糊。
要急，不要急嘛，后退后退后退，不要急。这哪个系的？不是。哎。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往后退。同学你好，请问你认识莲心吗？嗯，认识。怎么了？你是他女朋友吧？哦。我们想请你去警局做一下调查，因为昨天晚上我们查看摄像头的时候，发现你男朋友去过案发现场，他现在又消失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们怀疑这个案子很有可能与他有关。你最近见没见过莲希？没有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说凶手是莲希？警察不是都说了吗？韩默死的时候，莲希去过案发现场。你不是说那是诅咒吗？这不是诅咒，莲希就是凶手。怎么可能？
你最近见没见林夕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不是，我不喜欢他。那为什么我在商业街看到你跟他？那是因为林夕说我们发现了他的秘密，让我们好自为之。我当时没有告诉你，是因为怕你瞎想。况且现在林夕又失踪了，他一定和这个案子有关系。你不是一直都说是诅咒吗？这不是诅咒，林夕就是凶手。怎么可能？我才不信呢。我会向你证明的。进来，你们偏要进来，快快快，一追！他今天为什么要杀你？你的信心是什么意思？因为韩墨发现了林行的阴谋。知道三年前的事情和林夕有关系，所以我就去问林夕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就是那天你在商业街看到的。可是他说韩墨是陷害他，还要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我想就算是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那天韩墨还说他知道三年前真正发生了什么，可是第二天韩墨就死在了小伟的寝室。三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三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怀疑林夕，所以今天我就是给你证明他就是凶手的。你现在去哪儿？我找得很清楚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去找他，他一定会杀了你的。况且你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他现在就是想把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杀掉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怎么办？叔叔，万一他来找我呢？你把寝室门锁好，他进不来的，哪儿也不要去，等我回来。你去哪儿？艺术楼。
你听我解释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是被陷害的，是难的。那天在商业街，生什么气呀你？哎，你怎么了你？喂，小美啊，我现在有事不方便，出去再跟你说，啊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到。治疗会对孩子的病情恢复会好一点。
我。你为什么在学校不认我？同学，我认识你吗？你是谁呀？娜娜，你别装了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去动如如。动如如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为你三年前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。三年前死的应该是你。都过去三年了，为什么你还不放过我？为什么你还要去伤害其他人？别杀我！你为什么要伤害娜娜？海波是不是你杀的？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站！叫你们别进来，你们偏要进来，赶紧到医务室去包扎一下！快快快，进去！永远停不下来。
成。